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亚洲变化。今天为各位观众介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受华尔街日报编辑部专访时谈到的中美关系，他的观点和分析，同时也向各位介绍一篇国立新加坡大学研究员郭良平谈终结伟大领袖的文章。首先我们先来看李显龙就中美关系的分析。李显龙表示，中美关系已经十分的艰难，双方之间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互信，因此很难找到一个合适层面让双方可以沟通，缓解紧张的局面，逐渐建立互信。但他认为，如果希望与另一方共存，做出一些妥协是必须的。如果 80% 的关系存在敌意和冲突，那就无法将其余的 20% 排除在外。然后说，这样，我希望在这里实现互利共赢，在疫情防控和气候变化方面实现合作，当然还有贸易方面的合作机会。他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在 80% 都是处于敌视的状况之下，其他的 20% 希望能够合作。他认为一个稳定但可惜要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层面呢，是美国两党对于中美关系的立场。也就是说，美国两党形成的对中政策，他认为现在是稳定的，但很可惜是对双方都没有好，都不好的一个局面。那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无论是在国会山智库，甚至在媒体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挑战者很不一样，如果现在不挑战他，还要等什么时候呢？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跟特朗普大不相同，但关于中国政策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李显龙认为啊，最好的承诺啊，是保证即使双方无法共居，至少能在这世上共存了，这是长期的共存，双方都需要合作，确保不会一直给彼此造成伤害啊。那对于双方如何稳定双边关系，李显龙还提到了美方的变动上。他表示啊，比较复杂的一点是，一届政府达成的安排有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延续到下一届的政府，有时要让一项承诺贯彻落实啊，需要在国会上获得通过，形成一项条约并正式生效。如果没有正式生效，那么这一届的总统可以签署一项命令，下一届总统就可以签署另一项命令。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了。那李显龙还认为，美国充满自信，善于掌控自己的问题，与时俱进，并且是在一个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美国或许不再是超级强国，但依旧是世界上几乎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先进、最有活力以及蓬勃发展的经济跟社会之一。那美国吸引人才，创造新的企业，促进增长和激发创意，并且改造自己，这可能会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但美国做得到。李显龙同时的强调，世界对这个看法并不一致，世界其他地方明确的说，包括中国，强烈的认为东方正在兴起，西方正在衰落，他们认为美国没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为对于美国这种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而言，世界的变化太快了。李显龙特别表示，他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他知道美国面临很多问题，因而无暇他顾，目前也没有解决方法，但如果就此断定美国是个没有未来的国家，将会是一个非常轻率的结论，这是个赌注，若下错就需要付出代价，而且错的可能性很大，比如要为过于雄伟的计划、过于自满的假设以及过于强势的行为引发问题而付出代价。这里面他没有提到主词，但大家都知道这个主词指的是谁啊？那这不只会影响美国，也会影响世界各地。对于乌克兰议题让中美关系更加的不稳定啊，李显龙表示，危机将许多事情复杂化，包括中美关系。美国问中国为什么不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啊？
他认为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处理，不要顺理成章的把乌克兰问题定义为中国已经站在错误的一边，让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李显龙表示啊，在乌克兰危机中啊，如果涉及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许多国家都会表示赞同和支持，就连中国也不会反对这一点。事实上，中国私下对此坚决支持，但是他认为很难就此定义啊，认为这是民主国家跟普京独裁政府之间的斗争啊，或者说这是民主国家与多个独裁政府之间的斗争，那将会把中国也归入错的阵营，从而让局势变得越加的复杂。那在处理疫情的部分呢，李显龙也认为啊，太平洋区域比美国更尊重中国的做法。美国严厉指责中国一开始没有迅速发现、公布和消灭冠病啊，但实际上中国一个月内就公诸于世，各国也争相做出反应，一些国家反应迅速，而另一些国家如美国则后悔没有更快的做出反应。美国特别强调的却是中国当初有可能处理不当以及处理方式不透明，尤其是质疑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露啊。李显龙因此表示，他认为中国也许可以从一开始就更加透明，而现在也可以更开诚布公的说明当初的情况啊。但大家注意他是怎么说的啊，李显龙说，如果我是中国人，被要求证明病毒没有从实验室里泄露，而这个说法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根据，我会直问，我为何要开放我的实验室，以消除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和猜疑。在实验室里可能还有其他的事物是中国不愿意透露的，这也合情合理。对华尔街日报编辑部问到中美可能脱钩的问题时，李显龙回答，脱钩的问题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取决于它的严重的程度。那像 Thomas Friedman 他就曾经说，地球或多或地球是平的，但他认为现在可能出现了一个裂口，一个裂缝，而且这个裂缝正在扩大，不知道这个裂缝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是否有可能阻止情况恶化。那这个新加坡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距离，但是在其他领域人一起合作，他认为是可行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即使不完整，但是还能够保持连结，意味着大家的投资、技术和生产，都还能够，起码的按照以前的一些行事规则来运行。那新加坡是希望如此，但是没有绝对的把握。那如果这个把供应链重塑的话，那很可能也会，新加坡的评估是说，东南亚可能会成为这个战略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新加坡多年一直来推动的。那新加坡以前就告诉人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跨国企业而言，中国虽然非常具有吸引力，但东南亚国家也不错，不过新加坡的评估是说，如果这个裂缝进一步的扩大以至于大家都决定，为了各自拥有的国家的韧性，一切都必须在自己的国家制造的话，那么原来由来自40多个不同国家部件所组成的苹果手机，现在80%的部件，必须在美国制造的话，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那他认为就是说，一些国家指责中国进行国家干预，提供津贴和扭曲事实，但是如果出于战略因素而决定把很多活动迁回本国的话，实际上他的这个逻辑，也是半斤八两，没有规则可言。那他另外他表示，就是说如果不把中国列入国际体系，把中国排除在外，目的是让中国变得更穷，更成为世界上不稳定因素之一，他不确定世界会因此更稳定吗？所以他认为，当初把中国纳入的设想是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人口的日益的富裕，他们将形成中产阶级，会在现状和国际体系中有既得的利益，因为这个体系会让中国获益。
中国也需要国际金融系统，也需要数万亿美元的美国，拥有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啊，需要世界贸易体系，然后出口产品啊，在世界各地都有生意往来，把中国变成这个体系的一份子，好过把中国排除在外啊。那值得注意的是，李显龙还特别谈到了大国崛起啊，那可以从中里面看到李显龙他的记性啊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切入的这个题目的这个角度啊也非常的这个好啊。那他提到了这个21世纪初，也就是20年前啊，中国找人研究大国兴衰的课题，然后把报告提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以此制作了一部12集的纪录片啊，介绍了所有大国的历史，先是葡萄牙，然后有西班牙，之后也有提到法国、苏联和英国，基本上西方欧美的这个先进国家都一览无遗啊。最后总结了所有大国的经历，而且从中汲取教训啊。他们结论是，所有靠武力崛起的强国最终都会陷入困境，因此国家必须以可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崛起啊。当然。这个中国当时在国内播出了这部纪录片啊，让以颇有意思的角度啊，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对中国崛起的设想啊，这是李显龙的这个评断啊。那接着让我们来关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他写的《终结伟大领袖模式》的文章啊。那郭良平表示啊，中国保留了斯大林式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那谁坐上了最高位置啊，都有可能一步步的把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和乌纱帽子都囊受其中啊。一旦做到了这一切，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且执政时间的越长，地位就越巩固，想不当伟大领袖都不成了。那在常态下，中国的政治文化在社会上是官本位啊，父母官为民做主和仇官怕见官的混合传统啊，在官场上则是裙带关系、家臣跟人不跟线、朝中有人好办事和不显山露水得罪人的处世哲学啊，这是出皇帝庸官而不是伟大领袖的风水啊。那然而，中国目前急需一个伟大领袖，这么一个复杂多样的大国和庞大的国家机器都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威来把舵，但真正的伟大领袖可遇不可求。中国的官僚个个是人精，志士甚高，野心勃勃，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是小皇帝，能够压住阵脚是一把手的第一要职。那他认为胡锦涛的疲软啊，导致了腐败蔓延、寡头林立、政令不出中南海以及九龙治水的乱象，习近平花大气力收权惩治腐败，狠抓吏治党建和依法治国，重塑民族精神，光大中华文化，推动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定位的改变，拼命想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思想和制度的基础，这些都需要高度集权和高压来推动，卧薪尝胆，甘苦自知啊。但他认为这些不是能靠伟大领袖模式能完成的，中国的长治久安需要建立一套有效有力和可靠的意识决策的常规机制啊，而不是孤军奋战的个人英雄主义。政治的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并非大选，而是理性化和世俗化。理性化就是一切按科学、按道理、按常识、按制度、议事规则和公认标准来办，就是论事而不论人。世俗化就是摒弃伟大领袖模式，不靠救世主和神仙皇帝，在法律、制度、程序和公理常识、良知面前人人平等。但他认为啊，就大一统容易让国家掉进伟大领袖模式的陷阱，但中国历史是第一个大一统的官僚制国家，比西方早了1800年。
那老祖宗也没有民主，也同样面临议政不足和僵化的问题，但他们早有了制度性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建议制度。这个建就是上建这个建议不是那个建议的建，而是一个言在一个简的那个建了。那相传于这个舜帝时已有纳言一职商汤王时有失过之事皇帝有过错可以由失过之事指出纠正周以后各个朝代都没有言官或谏官，通常他们的品级比较低，但地位和作用独特除了朝会外他们还可以列席宰相和皇帝的会议，直接监督皇帝言者无罪是言官的特权。几千年中谏官群体形成了独特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那各个朝代都有名臣出自其中范言直谏是谏官的精神传统，为了当正臣名垂千史，争相挨皇帝打板子甚至不惜把命都送掉。他认为很可惜，中国近现代历次大革命把这个光荣传统也割掉了，但他也许就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制度补遗，而且不像西方选举民主，他在中国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应该能够恢复过来，发扬光大，成为可贡献于世界的中国智慧的一部分。好了，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打开民进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 频道名民进火拍，苹果博客名民进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news.com， 推特